会了趣味小屋，配备多种形状方块、形状匹配游戏，锻炼孩子的眼手协调能力，有趣的动物叫声，锻炼孩子的声音辨别能力，算术游戏和计算公式，让孩子在玩耍中快乐成长。电子琴可以演奏出美妙悦耳的音乐，形状方块和手摸游戏让宝宝在探索中学习知识，还有奇妙的开门游戏哟，快来试试吧！乐在好奇，惠乐趣味小屋。